所以你是新任总统的导师。但是我看到这几年来啊，你新任总统很成功，但是新任成功的总统大概到目前为止都不成功。你以法学院院长的观点，你怎么解释？陈总统、马总统、蔡总统都不是我的学生，不是啦，他都是我的前辈。第二个，好，当然，法律系很会背。司法改革从李登辉总统、陈水扁总统、马英九总统历经17年的司法改革，改革到最后，民众的心意都信任感只有28.8%，这是天下杂志的。你认为它的原因在哪里？这个有很多方面，我们应该要从法学教育开始，让在法学院的学生就了解它具有多神圣的使命。我经常跟学生讲，这一点我就承认，但是你不要带着微笑。那有问到大法官的职权，赶快用背的背出来。法令的条文，大法官里面怎么解释了？你们的职责？我们的职责是：第一，解释宪法；第二，同意解释法律及命令；第三，审理总统、副总统之谈；第四，未来候选人。我要问的这个，你以为我不懂呀？我要听你来背一次啊！其实他的前文里面，大法官要超出党派，独立行使职权，不受任何干涉。但是我所有7个大法官，你搞讲职权在哪里，前面都不讲。你们在逃避什么？在躲避什么？在回避什么？对不起，那是司法院大法官审理案件法。我刚才讲的是位阶更高的宪法，不是嘛？宪法对嘛？所以你搞变嘛？大法官，我怎么你问你大法官跟你的职责最先的自我要求嘛？是。谢谢，所以超出党派，大法官行使职权，超出党派的政治，我就把甘宁公做大法官，不是职权，我还让他。我可以在这里重复三次。我虽然不是台大的，我是政大的，好不好？谢谢，谢谢。我问你啊，你要尊重，中华民国是不是一个正常国家，或者不正常国家？照英文讲的 ，please define normal。你的英文不要用英文来回答嘛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请先。我英文没有那么好，是对不起，事语没有你那么通。你用这英文来回答，你自视高吗？你认为三民主义是不是有问题的主义？三民主义是我们中华民国宪法的前缘所揭示的一个。你们有几个候选人讲说他有问题？三民主义读一下嘛，民有、民治、民享。Oh,